我现在在阿富汗巴米扬的郊区，然后这一块大家知道吗？还有特别原始的洞穴人家，他们是住在洞穴里面的。我们刚到这里，他们就全都过来了，跟我们打招呼。你好，帅哥，大帅哥。Hello， 小朋友们，还可以说几句简单的英语。那我们去你家里面看一下 ，Go to your home， OK。这边人都很热情，就见到我们都会主动的打招呼问好，都很淳朴。这是上山的那个路、OK OK， 奶奶特别好，怕我抱走，一直拉着我的手。他们就住在这种洞穴里面。今天我们一起去探险，好高级啊！这是烧水的是吗？这是太阳能锅烧水用的是吗？哇，哎，还听到水的那种响声，金子吗？哦，是镜子反光，利用太阳的那个光能。他让我摸一下。好烫啊！哦，以前人帮忙你们做的，好棒呀！那我们现在去屋里面看一下吧。走，这是他们那个门，这是就是几块木板，还有这种铁做的这个门，这还有这么大的空隙。到了他们家里面，冬已经下来了。哦，上面是烧火做饭烧黑的吗？是，下面还是潮湿的味道。哦，味道，哎呀，好重啊！真的味道不好闻，已经塌下来了，塌方了里面，很危险。虫子这些都有。这就是他们住的那个房间，直接在那个洞里面挖了。然后这块木板是睡觉的吗？还是挡起来的？不知道干什么用的。哦，放一些东西，还有绳子，这干活用的，耕田用的是吧？就是他们要干活，就是没有机会。他们采访了，他们说如果有工作的话有。好的，小伙伴肯定不住了，是吧？我们自己是真的不会住的，这不会住，太危险了。他们一家有几口人呀？八个人是吧？这些都是他们家孩子吗？有的是他的。他的一个两个三个四个，他们长得好像亚洲人，跟我们长得好像呀。但是不能走路嘛，倒硬了，所以他这次、送他的爷爷家是吧？因为就是湿气太重了，潮湿是吧？潮湿，所以导致就骨头走不了路。这也是他们家小朋友，好可爱、他们给别人干活吗？干活的，就去地里面帮别人干活，人家一天给他们工钱这种，那一天工钱多少钱啊？这个不一定，他们没有这个机会，现在没有的尿。人家他们说这个他的老公去哪儿城里、然后找不到工作，然后就回来。他们家也没有电是吧？然后这个就相当于天窗一样，白天就会点亮。然后屋顶是这种木头加塑料棚的。然后这应该是晚上睡觉的是吧？应该是晚上睡。他们是不是就是白天会收起来，晚上就给铺起来睡觉？说客厅，就是家房间就这么大，就是我们所能看到的，就是整个家庭的。说一下，我等一下回来，等一下去镇上买点东西给他们家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那烧火做饭的地方，这是烤狼的是吗？这是做烤狼的地方，那边是可以在上面做饭的。就是这个窑洞上面是简单的几个塑料布搭着的。你们害羞是吧？这边是放着一堆那个柴火。小狼你好，这是旁边这个老奶奶的家，还有煤气罐，有水壶，还不错。哇、这就是他的所有的家了。我给缩小一下，他让我脱鞋进来看一下。把窑洞就是下面铺上那个地毯，所以会比较潮湿。然后这边还有电，也是以前就是别人家帮助他们做的。然后里面也是一个小窑洞，他们晚上睡觉都是这个样子的，就是下面铺着地毯，然后这边是被子褥子，这样睡觉的。老奶奶让我进去看一下，里面太黑了，不进去了，看不见，里面什么都看不见。我知道里面是那个洞口，你们把洞掏空了，然后在里面铺上那个地毯。就是洞穴人家大概的那个情况，基本上每一户都是一样的。这一个山坡上差不多有9户这样的人家，大家都住在山上，然后每个人说的是如果他们有工作的机会，他们也愿意去工作，也不愿意住在这里，也愿意去改变自己的生活。但是巴米扬是一个小城市，没有这么多工作机会，所以没有办法。他们主要大部分都是哈扎拉族，你可以看到他们的那个容貌跟我们长得很像，所以有时候他们会开玩笑说是我们的老乡，会是说是蒙古后裔，真的长得还蛮像亚洲人的。现在又向我展示了一遍，这个水开了。
突然间肚子有点不舒服，然后就问他们这边有没有卫生间。这就是他们卫生间。天哪，我要在这里上过卫生间。我就奔墙脚下，还特意给我弄一个这个让我坐上面。谢谢谢谢谢谢奶奶。在墙头先蹲一下，能看到我吗？奶奶的那个手指全都是扁平的。对，全都是就是平的，这种不知道怎么形容，已经是像被什么东西压过一样，就感觉到很心疼很痛。哦，手指关节也变了，是不是因为长期住那个洞穴，就是那种潮湿的环境下会骨头变形呢？不知道。村里面现在男人都出去工作了，就在大街上看能不能找到临时工干。谢谢帮我翻译。看到没有，他们这边就做完烤馕也是摆在这里的，没有人买。 Hello， 你好。他这个小男孩是专门在市场上就是点完火之后帮人祈福的。对，可以看着点。咋了？他这个土豆多少钱一斤啊？切克阿达，在那买了西葫芦土豆，要买给他们孩子们买一点，买个阿富汗的那个爆米花，放进玉米，买时代这个爆米花给孩子们吃。马上就快到地方，然后先帮我们把这些土豆给抬上去。村民们都特别热心，特别友好，奶奶特别热情，还问我去不去喝水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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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咱们这边冬天特别冷，我也没有带什么其他的。我先把这个外套给这个老奶奶吧。对。口袋没有什么东西。奶奶一直让我过去喝茶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又一次邀请我到她家里面。没有办法用语言表白，他一直做手势。喝个热水。嗯，喝到吧。谢谢谢谢奶奶。给外面烧好了之后，他们放里面，然后用被窝给盖好保温。虽然条件特别艰苦，但是奶奶都特别爱干净。奶奶把她家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了，馕跟牛奶，给我做奶茶。哦，指甲不能弄，不能抠。糖，这个是糖。啊，糖。哦，那个是酸奶。谢谢奶奶。刚刚奶奶特意端了这个水让我洗手，就拿着这个盆子壶接着。谢谢谢谢谢谢。不吃奶奶她会觉得不好意思。奶奶像小孩子一样，为了逗我开心，就有只西瓜虫特意拦着不让她走路。最后再来拥抱一下。奶奶真的特别好。然后把钱藏她口袋里面。放这个里面。提醒他一下，我怕他到时候忘记的，因为口袋没有拉链。